哎，怎么还没有人来啊？现在还早，你要耐心一点。你不是说八点吗？现在几点啊？现在已经九点半了。九点半了？对啊，大家怎么还没有来啊？他们是不是忘记了？不会吧，我已经跟他们说好了。你是不是说错时间了？哎，他们来了。